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小很小的故事，因为在二季，你知道太阳比较大，然后因为在跑垒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比较累一点，然后请浩然讲了一些笑话给我听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？那我想问大家，大树跟小树差在哪里？对，你也不能讲出来哈，差在哪里？那没了，我被人家识破了。不姐，这答案是什么？这有绿茶，差在树，差在土里啊。绿茶，哦，差在哪里哦？哦，原来对，哦，对，原来是这样。没有，所以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插在土里了。啊，对。哎，谢谢盛伟啊，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回来。然后这个过程中，我受伤到今天回来，我在看电视。其实谢谢思琪学长在这段时间把大家凝聚起来。我觉得这个方式是刚好是我们凝聚最重要的时候，不管球场上好是坏。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感想，讲出我们想要说的，然后进球场我们就同心协力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。对，不要因为我回来就要结束这个东西。有加冰块了吗？有可是还是舞蹈台湾不好意思啊，你现在的裁判很严格，真的，对啊，还是舞蹈这么跳舞唱歌都往后，我不知道往后的比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会不会拿到？至于会不会拿到，我不知道。但我们尽全力，这个很好的模式可以继续串联下去，因为这是影响未来，不只是现在。谢谢大家，阿迪来说的不，阿迪来，绿茶，谢谢大家一个西瓜，好难讲哦，这个哇，现在竞争很激烈，我目前排名第二啊，我第一名吧，前面不可能第一名，是不是也省掉？不能公平，真的。哎呦，第一名没有什么，我讲那么辛苦，还有讲笑话，马上被人家破梗，全部都比地上。对，没关系，还是绿茶。大树跟小树差在哪里？还是绿茶。Thank you.